常春德警棍，革命党脚软被擒。喂，得唔得啊？呢位仁兄寻日就同两位 partner 收细了去上水顺恩花园嗰度爆夹晚，两个就上楼台，一个就揸住 Benz 扮有钱仔睇水接应。不过你精狗仔队都唔笨啊，一早派 hit team 喺附近埋伏噶啦。见两个贼搬走个夹晚同一批首饰喺平台沿住楼梯走嗰阵，即刻爆臭啊，吓到佢哋抌夹晚即闪。其中一个贼当场被捕，而另一个想抢差人之枪，点知净系立到支警棍乱咁揈，差人一掹枪就即刻吓到脚仔软被捕啦。而接应嘅贼仔见唔对路，即刻揸车撇啦。但系去到龙心路嗰度塞车，系咁拨都冇用噶。两架狗仔队 4van 就乘机撞佢埋巴士嗰度，夹停佢，搞到五架车炒埋一碟。贼仔想走都走唔甩啦。怀疑呢三个由27至33岁嘅革命党同多宗爆窃案有关啊。